整形学教科书中西方人的鼻子标本的叫名牌鼻子，带过来的明星照片中最多的就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金市长。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三位韩国明星的鼻部的特征，选的基准是根据鼻子和脸部形象协调和五官的比例、鼻梁和鼻尖的黄金角度、整形学等等来分析的。但是审美观是主观的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希望大家只是参考。定位是爱情，点赞是关心，记得订阅和点赞哦。那么开始啦，嘟嘟哒。鼻子位于面部的中央，对整体印象有很大的影响，而电视上看的明星们的鼻子使明星五官更加立体。在韩国最近五年来整形医院咨询鼻部的顾客们带过来的明星照片中，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宋慧乔。宋慧乔的上脸、中脸、下脸的比例是接近1:1:0.8，鼻翼的横向长度也与眉间距基本一致，与整体面部形象完美结合。圆形的脸型里拥有高高的鼻尖，加强了可爱的形象，使脸型在整体上更加协调。鼻尖和鼻柱的角度是35度，鼻柱和人中是90度，整体保持自然的角度和高度，端庄美丽，形成了一种东方美。宋慧乔可以说在韩国明星中拥有最和谐的面孔，完美的脸型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唇协调得非常自然，鼻子的特点也凸显出来。从整形学角度上看，宋慧乔的鼻子鼻尖稍微有点远，鼻尖也不太高或太低，显得非常稳定，鼻梁自然高，特别适合整体的面部。鼻子漂亮的明星中，另外一位是艾琳。艾琳拥有一张几乎完美的蛋脸型，脸上没有特别突出的部位，美丽的眼睛下面有美丽的鼻子，美丽的鼻子下面有美丽的嘴唇，从发际线到眉间，还有鼻子下方到下巴长度，艾琳展现了几乎完美的1:1:1的比例。与华丽的五官相比，艾琳的鼻子更像是在美丽脸部中心完成整体协调的作用。看一下侧面，艾琳的鼻梁线条挺拔鲜明，鼻尖纤长，可爱之中又显得成熟，也有节制的性感美，鼻尖也不夸张地抬起来，非常均衡。额头和鼻梁形成的角度是134度，上唇和鼻柱构成的角度是106度，在鼻角度基准值上展现了接近边界线的数据。虽然鼻梁和眉间并不高，但鼻尖的线条稍微高一些，直线和半步袜的中间，直半步袜的线条。最近20岁出头的朋友们带过来的明星照片中，最多的就是艾琳。鼻子漂亮的明星中，我认为的第一位是明孝琳。明孝琳的面部整体比例是1:1:0.8左右，是童颜面部比例，鼻翼的宽度和眼睛之间的距离也相似，达到均衡。明孝琳的另一个名字叫名牌鼻子，可以说是整形学教科书中西方人的鼻子标本。明孝琳的鼻子从眉间开始凸起，鼻尖微微上扬，而鼻尖的软骨看起来有点裂开，因为这种鼻子非常稀释。明孝琳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五官非常清晰，有异国情调或者像洋娃娃的感觉。从鼻子和脸的形象协调来看，鼻子和嘴唇的角度是最理想的90度。小小的脸蛋虽然拥有大一点的鼻子，但以完美的角度形成一幅西方形式的鼻子。从整形学角度上看，明孝琳的鼻子与脸部的整体形象协调得非常好，是均衡的鼻子。特别挺拔的鼻子给人一种蛊惑人的优雅的感觉，具有西方的美。好的，今天我们了解了鼻子漂亮的明星们的鼻部特征，大家认为的鼻子最漂亮的明星是哪位呢？也可以下面留言哦。美丽的鼻子需要与整个面部协调，因此手术前充分咨询和专家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。希望这些内容对整容感兴趣的朋友们带来了帮助。金市长下一季以更好的内容与大家见面。订阅是爱情，点赞是关心，记得订阅和点赞哦，拜拜。